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想给大家带来一个读书的视频。那么，画面上呢，是一个蓝色的蜡烛，是家里在圣诞节的时候烧的。我希望以此为画面，给你们带来放松的感觉。今天呢，想给大家读一下阿里系列的《永远站》。Ali's Eternal Stop Take you to your dream stop。 你就像一朵鲜温柔、纯洁而美丽，我一看到你，哀伤就钻进我的心里。我觉得似乎应该用手抚摸你的头，愿上帝保持你永远纯洁、美丽、温柔。因里希海涅。每天7:05就有一辆巴士从地球的某个角落出发，巴士径直地穿过城市的上空。那是一辆编号 K5155的红色巴士车，载着人们从这里到那里，从那里到远方，奔向没有终点的旅程。有人在喧闹镇上车，有人在孤单站下车，有人在誓言站上车，有人在分手站下车，有人在奋斗站上车，有人在理想站下车，有人在懦弱站上车，有人在勇气站下车。他们在每一个月台、每一个车站上演人生片段的分离、分合、离散。下雪的早晨，阿里坐上巴士车去寻找永远站。可是，永远站在哪里？知道永远站在哪里。影子忽然出现在窗外。传说永远之神 Clodo 和时间之神 Atropos 是世界之神 Hades 的双生子，他们常常会化作天鹅守护着人间。时间之神 Atropos 代表着流逝和死亡，永远之神 Clodo 代表着不朽和永恒。人们渴求着永恒赋予的美好，畏惧着时间带来的衰老，于是人类王国之间秘密达成协议，组建起联军，预谋弑杀时间之神。可是 Atropos 和 Clodo 是外表一样的双生子，难以区分。
还是发现了他们的不同。永远只是比时间多了一秒。于是在国王 Kratos 的领导下，联军定制了详细的作战计划，让每一个士兵都带着怀表来分辨 Atropos 和 Clodo。 世界之神 Hades 离开神殿的第二天黄昏，人类发动了突袭。在很短的时间里，大军杀死了虚灵，焚烧了祭坛，冲进了神殿。在联军砍向 Atropos 的瞬间，世界之神 Hades 及时赶到。在神的面前，人类联军的进攻瞬间瓦解，一败涂地。自此之后，永远之神和时间之神消失在人间。所以如果要去永远站，那你可以先抵达时间站，因为时间站和永远站只差一秒的距离。太好了，那兴奋地跳了起来。我也不知道，永远站我知道在哪里。飞行员正在调他的拿铁咖啡。我可是去过世界上很多地方，基本没有我不知道的角落。那永远有多远？疑问，那可真是很远。他悠闲地吹了吹咖啡，比小狐狸对小王子的思念还远吗？那只被驯服的小狐狸，远，比太阳升起的地方还远吗？那里的海水都是温暖的。讲电话能达到的距离还远吗？电话可是个奇妙的东西。远，比寒冷的冰矮人城邦还远吗？那里一年中有9个月都在下雪。比深深的海底还远吗？那里有美丽的鲸鱼群。远，比月球的距离还要远吗？那里有白色的圆兔子，它们总会在窗外跳舞。远，比地底的最深处还要远吗？那里遗存着泰坦创世时留下的守卫者。远，比云的最高端还要远吗？那里是雨的故乡。远，比童年还要远吗？我们再也回不去了。那到底是多远啊？孩子，你抵达不了的地方就叫永远。他一口把咖啡喝完。您好，您知道永远站在哪里下吗？阿里问。哦，只存在一种永远，就
护士淡淡地说：“您好，您知道永远站在哪里下吗？”阿里问。永远站，他看了阿里一眼，抖了抖手里的报纸。我们的一生，我遇到823,563人，会打招呼的是39,778人，会和3,619人熟悉，会和275人亲近，但最终都会失散在人海。人生从未有过永远，只有失散。这时，巴士停在了相遇站，有人上车，拍了拍阿里的肩膀。阿里一回头，发现是桃子。阿里，你要去哪里呀？我们要去永远站。这时，巴士飞上了天空，穿越了云彩，越飞越高。两个人同时看着窗外，窗外星光闪耀，宇宙在猎户星座肩旁熊熊燃烧，万丈光芒在宇宙的黑暗里闪耀。到底有没有永远站？阿里说：“你看到那些星星了吗？”桃子问。阿里说，星星在黑暗冰冷的宇宙深处独自放着光，光从诞生的瞬间就开始奔跑，它们勇敢地穿过了整个银河系，它们划过壮丽伟大的狮子星座，它们穿过宇宙中巨龙的冰寒，他们陪伴过人马做兵团壮观的奔袭，他们逃过吞噬一切的绿儿，甚至他们目睹过创世者的传说。他们是奔跑了几百万年几千万年才让我们看到的星光，可是当你看到星光时，发出星光的星星也许在几万年前就已经衰老消亡了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星星可能只是一个幻想，世界上从来就没有过永远。即使最美的星，永远就是一直睡下去，睡下去，也不会有王子或者矮人吻你。永远是一种奇迹，就是你在下一个商店的橱窗里看到送给你的圣诞礼物。相信我，世界上没有永远，只有没有安全感。永远就在童话的结局。王子和公主便幸福地生活在城堡中。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永远，却不知道永远站到底在哪里。阿里下巴士车回家的时候，雪已经停了，圣诞夜的钟声开始响起。阿里回家后，先去给我洗手。鲫鱼汤的香气充满了整个厨房。妈妈，今天我坐巴士车去了很多地方哎。是吗？我是去找永远站了，但是每个人都不知道永远站在哪里。我现在知道
不存在的。有永远的啊，在哪里？